许多马来西亚人在购买新车以后啊，都会为自己的爱车加装一些所谓的 accessories。 那其中一个相当必要的一个饰品呢，就是 car mat， 也就是所谓的汽车地毯。那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这个汽车地毯呢，都是我们称为被称为 Maggie 面的这种 PVC mat。 但今天小编我今天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个180%的这个本土品牌，也就是 Trapo 了。Okay， 所以究竟这个 Trapo 是什么呢？我就直接请来啊这方面的这专家 Lim 哥哥来解释一下。说啊 Lim， 你可以大概讲解一下这个 Trapo 和普通的那个 PVC mat 到底有什么分别吗 ？OK， 不一样的分别就是，第一，我们是用EVA foam 来做这个 mat 的，所以它跟那个 PVC 的话，分别第一就是味道不一样。我们是完全没有味道的，我们的 car mat 就是没有那种比较难闻的味道，塑胶的味道。因为你在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整年的大热天气了 ，OK。所以你的 car mat PVC 在车上，你会有一种味道，就是塑胶的味道。那我们的 foam 呢，不会有那个味道在里面，它是 odorless 的。OK， 那很容易清洁，就是你要容易 clean 啊，有沙、啊、有泥啊那些的。虽然是看到，但是更容易清洁。有些 PVC 你是看不到，但是当你要清洁那些，它就一堆在它下面，你完全清洁不到。OK， 然后呢，最大的问题就是 traditional PVC mat 呢，它是 move around， 它是乱。摇摆，你上车你要移一移，对，我们每次上车就要调整过，就要小心调整。对，那我们的 car mat 是有 anti slip 的方式，我们会有用 velcro 跟一个 fixed technology 来帮你 hold 着你的 mat， 你上下车都不会有移动的问题。然后我们是在马来西亚里面是第一个公司有 antibacterial function， 就是当每一次你洗你的 car mat 的话呢，帮你除掉 99.98% 的细菌。哦，所以这个你讲的这个 antibacterial 是我只要用清水来清洗还是怎样？对，清水来清洗。我们会建议，比如说你的车是比较容易清洁的话呢，就是 normal 洗脸的话呢，就是建议你是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里面洗两次，一个礼拜洗一次还是一个月里面洗两次都可以。哦，所以基本上我只要是简单这样子过水，它就算是清洁了。对，哦，那挺方便哦。对，超方便的。那你可以目前现在这个 Trapo 啊，有几款，有几个款式 ？OK， 我们有三种。第一种是 Trapo Eco， 就是很喜欢 go green 的人呢，就是比较环保的人，他就会选 Trapo Eco。为什么？68%的环保的 material 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 signature， 就是 Trapo Classic。Classic 有第一代，第一代已经没有了。在8月8号那时，2019年的8月8号那时，我们已经 launch 了 Trapo Classic Mark II， 它是已经 upgraded 的 version， 它那个 antibacterial 在那个 mat 里面，它的 velcro 也是 upgraded velcro， 就 2.0， 它的 holding power 比较好， okay. 它也不会弄坏你的 floorboard。所以就是这个 Trapo Classic 第二代的 Trapo Classic 啊，它是有那个后面有那个防滑的，哎，不是，就是那个粘着你的地毯的那个材质。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它的那个 antibacterial， 对 antibacterial。然后第三个就是 Trapo Hex， 就是 for premium car selection 的话呢 ，OK， 它是一个叫做 fixed technology， 它是只是放下去呢，它是 hold 在你的 carboard， 你的 floorboard， 然后你拿起来是轻轻拿起来就可以了，它不会弄坏你的 floorboard。OK， 所以这一个什么 Hex 啊 ，Hex 的话，它就没有用那个 velcro， 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所谓 zigzag 啦，那个东西它就没有，它反正是整个背面都是直接可以贴在那个地毯上。对。哦、oh, ，对， okay. 它是直接贴在。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过来这边就看一看，你就可以看到了。OK， 我看一下，这个是 Hex 对吗？ OK， 好。OK， 它是直接这样放下去。你看到我拿起来是很简单，这样拿起来，然后放上去呢，直接这样轻轻的放上去，它是完全不会动。Okay， 它是完全不动的。OK， 然后拿起来就是这样简单的，这样拉的就起来。OK。OK， 那我觉得我们顺便也给观众看一下它的这个材质了，就是它是这样子的设计。然后这个 hex 呢，它叫 hex 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它是用这个 hex 就是六角形的一个设计。那Lim， 你可以给我们看一下那个 classic 的 mat 是怎样的吗？好，那 classic 的 mat 呢，我们有这个 diamond shape 的。OK， 那 diamond shape 呢，这个就是它的 velcro。如果你可以靠近一点看的话。它的 velcro 是比较顺的，不像之前我们学校的鞋子这样啊，这样粗粗的。这个是可以这么对，这个看起来比较薄，不会刺手了。嗯 ，OK， 它的 holding power 比较好。哦，就是讲它比较刺那个。比较刺，然后它也不会容易弄滑你的，拉你的那个 floor。因为我们那个地毯其实会有那个毛啊，如果拉久了会起毛，这个就不太会了。不太会、哦，那个是完全不会。那个 hex 更加好。嗯 ，OK。那这个有一年 warranty， 那个 hex 有5年 warranty。哦，这个一年的保价，那个5年。那我们价钱方面呢，其实跟比起你 PVC 呢，在外面它大多数都会给你6个月、便宜的话有时1个月 warranty 而已，但是我们有1年到5年 warranty。 那我觉得现在我就要问一个重点了，对，价钱方面，对，价钱方面我们有单一片的话呢，最便宜是99.9块以上、然后去到比如说这两个 Alpha 最贵就是900块，
900块。那如果是和普通的那种 PVC mat 相比的话，价钱 OK 大概会有什么差别？我们有顾客回给我们，就是他这一辆 Alpha 跟Wildfire， 他用一个很出名的牌子 ，OK， 那一辆车做了1500块，那个 floor PVC 的，那他用了3个月。Driver side 开始骑嘛，因为我们 driver side 永远会放脚在那边，就会出力。对啊，摩擦久了就会脱，就像我头发这样脱毛。那过后呢，我们的话呢，最少有1年到5年 warranty。就是好像这辆车的这个 Hex 其实是有5年 warranty， 而且这5年里面，如果你是有任何损坏的话，你拿回来的话都是一对一的。一对一兑换。对，我刚才有听说是一对一更换，他直接换一个新的给你。挺值得的，然后价钱方面有时候比起来是不是好像更便宜啊？好像 OK， 比如说这顾客安装的这辆车是900块、，OK， 900块，那去了外面问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brand 呢，1500块，所以那个价差蛮多，对，这有5年，这个5年 warranty， 所以是蛮值得考虑，而且重点是我是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它很容易清理，然后很轻，很轻啊，是啊，真的很轻。OK， 是哦，对，因为 PVC 面蛮重的，对，然后这个又防菌，所以其实是更加对你那个车厢里面的环境来说是更加的好的，然后不会有味道，你可以折，OK， 我可以折，比如说小孩子在车上倒到水，还是珍珠奶茶倒掉，在这边你一停下来，整片拿出来倒掉，过一过水。就可以了，清水过一过就干净了。而且我还注意到他们的这个设计啊，有这一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蛮好，因为酒的话它不会分开，是这样。对，不会分开。那这个是有红色还是？我们有4种颜色，底的话我们有2种颜色，一个是黑色底，一个是灰色底。那边的话呢，我们有红、黑、蓝、跟灰色，我们4种颜色。那底的话有2种颜色。OK， 那林姆就谢谢你这个详细的解释。究竟这个 Trouble Man 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好呢？那我们直接订一套来试试看好了。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收到了这个 Truffle 寄来的 Car Mat 啊，那因为我是订2套，也就是里面一整套的这个地毯，然后还有后车厢的这个整个 Mat， 所以他直接寄来了这2个包装。哇，这个包装我是觉得哇，非常的有水准啊！看它有这个盖，然后这个直接好像一个 Yoga Mat 的一个设计。我先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包装啊，它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原装的这个卡面拿出来过后啊，没有地方收，那他给你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收在里面，就不用担心你原装的卡面会不见掉还是怎样。OK， 所以我拿出来的这个是司机做的，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一片东西。我订的是 Trouble 最顶级的这个 Hex 系列，然后这个系列呢，它的这个设计是一个六角形的设计，然后旁边这个线也是我选的一个蓝色的一个缝线。那 Hex 系列它最大的好处是它后面这整片是一个可以直接咬合那个和你的车的那个地毯直接咬合在一起的设计，整个看起来质感是不错啦，然后很有 OEM 很原装的一个感觉，所以话不多说，现在我就去装看。所以大家刚才就可以看到我是如何去装自行安装这个 Trouble 的 mat， 其实是相当容易的，因为只要放上去它就完全是贴合了。那我订购的这个Hex 系列呢，因为它背后完全是有那个可以和地毯咬合的设计，所以我只要一装上去它这个 mat 呢就完全是不会移动了，我觉得挺好的了。然后也因为 Trouble 他们这个地毯的这个剪裁是完全依照原厂的那个地毯的那个 cutting 来去剪出来的，所以它完全没有顶到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啊。因为你在外面自行剪的那种 car mat 呢，很多时候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剪太多，有可能是你或者是你买那种现成的，你装上去的时候，因为它不 fit 那个原装的那个位置，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挡到踏板、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挺危险的。那这个 Trouble Mat 呢，就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对这个 Trouble Car Mat 有兴趣的话，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好康要和大家分享。凡是在12月16号到29号这段期间，你上 Trouble 的官网订购这个 Car Mat 的话，只要输入以下这个代码 Automatic10， 你就可以享有你的订单总数的这个 10% 的折扣，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回再见，拜拜。